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累，压力大吗？大。为什么不放手？这能放手吗？谁说累了就放手？你放一个试试。我们村唯一去过酒吧的狗，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，凭什么你这么优秀？还喝不喝？还喝不喝酒？你看走路都是晃，一直在晃，摇头。你看，你看这表情啊！赶快睡一觉，酒醒了就好了。看你以后还喝不喝？飞吻。臭包子，包子，包子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就剩一个饼了，给谁吃呀？给尤里吃呀，真给了啊，给了就没有了啊，尤里吃吧，黄花没有了。那些愣头青还敢瞪流星头把他石打穿。跳下来吧，拜拜。总裁，你能运动运动不？你看看你都胖成啥样了？哎，说你胖你还不乐意？哎，你胖还不让人说呀？还不让人说？
李富贵，李富贵，李富贵，那傻狗，不，你这智商你随谁了呢？一天真和你伤不起我这颗中国心。上次给你看电影的女生是谁？我妹。你骗人！上次给你吃饭的女生是谁？我干妹。上次给你遛狗那女生是谁？我妈。你又骗人！怎么看一只猫爱不爱你？一级爱摸背，二级爱摸脸，三级爱摸手，四级爱揪耳朵，五级爱拔胡须，拔胡须都可以，中级爱随便摸随便撸，随便摸随便撸。好，我的猫非常爱我。我的猫非常爱我。